自从《妈妈是超人》第三季节目收官后，贾静雯一家四口就先少公开露面，没有步步与波妞两位小可爱在的日子里，生活索然无味。近日，网上曝光了一组贾静雯带着女儿步步参加好姐妹女儿的生日派对，许久不见的步步似乎又长高了许多，但或许前段时间到法国度假晒黑了。小麦色的肤色十分强劲，镜头中一众妈妈盛装打扮，带着孩子们参加 party。虽然埃布仅仅只穿了白色 T 恤配长裤，没有穿漂漂亮亮的公主裙，但高颜值的她依旧光彩夺目。扎着马尾辫的她带着粉红色的蝴蝶结十分抢镜，在众多白色衣服中的一点红非常耀眼。这张照片中，贾静雯与好姐妹们齐齐合影。作为女神的她打扮十分随意，虽然颜值高，但这条黑白格子围兜裙简直太抢镜了。她在《妈妈是超人》收官特辑中也穿过，或许是太宽松的缘故，丝毫衬托不出女神的好身材，似乎有点拉低女神的气质。而翻看女神贾静雯近日微博晒出的照片，已经是三个女儿妈妈的她，不仅身材保持得非常纤瘦，皮肤状态也是白里透红，非常的水润，丝毫看不出已经43岁的年龄，这才是女神的正常状态。